喂，各位老友记，醒神啊，醒神啊！咁啊，话咁快啊，今个礼拜又要第三台啊 upload 条片啦。咁啊，今个星期咧，老我就决定咧，就一位成功，二位弟子，真系做得好鬼辛苦啦！啊，真系要娱乐下自己，话慰劳下自己。咁啊，就嚟有吓牛一啦吓，咁啊，梗系要买啲礼物啊，奖励下自己啦，一年到晚。年中無休，日日出片係嘛？咁樣都自己唔使啊錢買啲玩具玩下，就對自己唔住啊，係咪啊？咁啊，所以今日咧就同大家開箱啊，就介紹兩盒啊，一個嘅啱啱到手啊，新鮮滾熱辣啊，一個嘅 GI Joe 啊，60周年啊，啊一個嘅紀念版嘅一個嘅6吋人形公仔，咁啊有一對嘅，咁一個咧就係一個嘅啊。沙漠嘅一个嘅 infantry 嘅兵种，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有一个潜水同人啊，潜水人啊，吓一个嘅潜水员，咁啊仲要系可以咧就系、是、上岸突击嘅添，咁啊两盒咧我都一见到出咗去咧，我就即刻都非常咧就称心满意啊，一见到个图出咗，哇就雕嗰、那个雕工几好啦，那个面相啊卖相啊，即系冇办法点甩拖啦，即系冇斗鸡眼啊各方面嘅嘢。咁啊，另外有好多嘅呢啲嘅啊唔同嘅 accessories 啊，可以啊以軍咧就係選擇。咁而我個人認為咧，啊 GI Joe 咧就係所有美換啊，而家譬如星球大戰啦，啊 Marvel Legends 啦，啊 GI Joe 啦，啊 He-Man 啦，或者係其他所有嘅一啲嘅玩具嚟講咧，我覺得係最值得追捧嘅一個嘅，好有良心，好交足功課，以客為尊，同埋咧個 designer 咧。即係都冇欺場嘅，起碼就唔會好似 Marvel Legend 咁樣啦。你發覺佢啊做好多嘅件啊、body 啊，重複、重複再重複啦，又或者出幾廿個版本嘅呢啲嘅 Star Wars 啊，一隻空 soldiers 啊，哇屌啦，咪就又唔同嘅顏色嘅又再推出嚟啊咁樣。咁但係 GI Joe 就對我自己個人嚟講咧，就係、是、非常之咧，每一次都俾我啲新鮮感我嘅。就算佢一個公仔出兩個版本，都有啲新嘅 accessories 嘅加落去。咁我個人認為咧，就係幾算係有良心嘅一啲嘅做法，而且價錢嚟講咧，就唔算話即係特別太貴。咁啊，對比起一個公仔得四隻手，咁啊賣成40蚊加幣嘅依一個嘅 Marvel Legend 咧，咁而家依兩盒大家可以估下，原來都係51蚊。加幣左右，咁啊經呢一個嘅 Amazon.com 咧就係寄過嚟，咁但 Amazon.com 咧就好撚撲街嘅，屌你老俾你睇下個盒嚟到爛鳩曬嚇，因為佢入撚咗嗰啲咁嘅撚屌膠袋嗰度啦，爛鳩曬，咁啊所以咧我就有時咧就係、是、如果你想儲盒咧，咁啊穩陣啦，哇你見撚咗個盒，好似俾個肥婆坐撚扁咗咁樣，係嘛？屌你俾起撚曬角，接撚曬紋，就火都嚟撚埋，咁但係好彩我今次就諗住決定開箱。咁 package 對我嚟講咧就唔係話即係咁緊要嘅嘢，咁但係咧即係對嗰啲白痴仔好似阿超哥之流嗰啲咧個盒啊，如果有啲開箱，哇有個雪梨子包住，點解會見到處女膜咁樣嗰啲啊？哇雪梨子啊，雪梨子啊，啊個 package 有雪梨子包住，癲曬咁樣，我都有時覺得超哥你冇嘢嘛，雪梨子嚟嘅啫喎。你玩嘅玩具你都搣開佢咯，雪梨子包住有啲咩啊？咁值得你咁著弱啊？即係我亦都唔係一個玩玩具咧，好似嗰啲譬如喺紅興玩具啊，或者中銀行玩具啊，見到人哋喺度我等緊埋單，前面有個咁嘅宅男孭住嗰個背囊，成面暗瘡，頭髮4日冇撚洗，咁啊啲鬍鬚一支支生出嚟就好肉酸，下巴得個2條鬚根啊，即係著住毛都多過佢，咁啊睇住佢一玩具，左揀右揀，呢又揀嗰又揀。揀老婆咁樣，我帶佢去深圳叫雞，我諗佢出面嗰啲女幾百件咁，我諗佢個真係好仔都揀到天光打烊，佢都未揾到女坐陪坐啊！真係咁好討厭呢扎嘅人嘅，咁但我玩玩具冇乜所謂啦。講真，唉，幾廿蚊件，你俾心機賺錢買多盒咯。如果你真係覺得係一盒作嚟儲，一盒嚟玩咯。咁但係今次咧，點解咁特別呢？因為原來今次咧係 GI Joe 嘅60周年嘅依一個嘅紀念版，哇唔多唔少，原來 GI Joe 嘅年齡啊比我大係仲要大幾歲，咁今年已經60周年啦，就1964年嗰陣時咧就佢推出第一個12吋嘅 articulated 嘅依啲嘅公仔，咁啊當時咧就係一個 smash hit 嚟噶，咁啊 Hasbro 咧。哇！又有 Barbie 啦，咁啊有男仔，不如整個 soldiers 去玩下啦，咁樣可以著衫啦，
有一啲嘅軍事嘅呢啲嘅配件啦。咁嗰陣時就係以軍事嘅形式 ，Real American Hero 咁樣嘅呢一種嘅出發嘅，或者 American Fighter 啊 ，Fighting Man 啊，因為我叫 Fighting Man 啊 ，G.I. Joe Fighting Man 嘅呢一個嘅系列，咁啊全部都有唔同國家嘅 soldiers 啊，軍服啊咁樣。咁但係踏入七十年代咧，因為踏入呢個越戰嘅呢一個嘅關係咧，其實 G.I. Joe 嗰個嘅銷售咧就開始下降啊。因為點解咧？你啲見啲小朋友玩呢啲士兵，啲爸爸媽媽可能啊嘛。哇！唔好叫个仔去送死喎，大佬系嘛？即系个仔去送死咪 P.K. 系嘛？即系唔好俾佢有一个嘅soldiers 啊，当军嗰种意念，因为嗰阵时佢打越战啊，死咗好多嘅美国兵。咁啊，所以 G.I. Joe 喺嗰阵时咧，就喺六十年代尾、七十年代头咧，其实就有一个嘅风光不再。咁而当时佢哋咧就系 repackage 咗条 line， 就呢一个嘅叫做 Adventure Team，G.I. Joe Adventure Team。咁就吓，即系可能有啲潜水啊。有一啲嘅爬山啊，工人啊 ，whatever 啊，探险啊，探险家啊，纯寿司啊，即系用呢啲唔同嘅系列去再包装呢啲嘅十二寸嘅 articulated 嘅呢啲嘅公仔。咁但系 eventually 咧，即系随住时岁嘅转变啦，越多小朋友即系玩玩具啊，好多唔同嘅 line 啊，咁呢条 line 都慢慢地玩完嘅，直至去到1980几年啊，即系差唔多20年后，我嗰阵时个僆仔。過去加拿大讀書嗰陣時，北美洲佢重新再 repackage 個 G.I. Joe， 而當時 G.I. Joe 就同嗰本 comic 啊就掛咗勾，就以當時 comics 裏面嘅漫畫人物咧就出 figure 咁啊 special 啦，咁啊又再大賣，咁就 eventually 後屘就即係時勢力啦，慢慢冇做咁盛行啦，咁啊即係低單咗，咁近依幾年咧就重新再嚟講啊，對依啲我哋依啲50歲。40几岁嘅朋友80年代、90年代玩过佢哋嘅呢啲嘅 G.I. Joe 嘅呢啲嘅 action figure 3.75寸嘅，咁梗系趋之若鹜啦。咁所以佢而家出嘅 line 咧，除咗3.75寸有时佢喺翻啲 vintage 啊，或者系一啲嘅怀旧版啊出翻之外咧，咁其实已经系主打咗6寸左右啊，未够7寸，6寸左右嘅一啲嘅 G.I. Joe 嘅人形 figure。咁而我亦都喺呢一方面就跌咗两个大坑里边啦。咁好啦，事不宜迟，咁呢两只 figure 好唔好咧？或者係值唔值得買呢？轉頭即刻開箱嚇，即係同大家睇睇研究一下究竟掂唔掂當 ？OK， 好，首先睇下兩盒嘅 packaging 先。咁有一個嘅畫咗嘅 serviceman 啦，咁呢一個咧就係 navy 嘅，有呢個 recon diver。咁以前佢哋咧有四款嘅，即係有 infantry 啦，有 pilot 啦，有潛水啦嚇。咁另外一個咧，我唔記得幾多係乜鬼嘢嚟，好似。步兵、海兵同埋 sailor 係sailor 嘅，咁今次咧佢哋咧就淨係出咗兩款，暫時目前為止啊，遲啲會唔會有埋 pilot 啊，同埋有埋 sailor 咧就拭目以待啦。咁而家有一個 diver， 咁都見到都幾多件嘅。咁側邊咧就有個 QR code， 咁依個 QR code 如果你 scan 咗佢咧，就直接上 Hasbro 嘅 online shop 裏面嘅。咁後面咧就show 咗佢咧，如果你唔想用黑命貴嘅樣咧。你就見到有一個嘅白人嘅一個嘅士兵啊，咁見到佢咧，可能喺個巡洋艦咧就跳咗落嚟，就登陸呢一個嘅海邊啊咁樣。好，咁時間關係咧，咁因為最多見到個插圖啊，其實幾靚嘅，即係如果你收藏咧，你擺成盒喺個 shelving 嗰度咧，其實就幾靚嘅。時間關係咧，咁我已經係另外一盒咧就開咗啦。好，即刻俾大家睇睇先。好。我开咗盒，咁第一时间就拎咗个公仔出嚟先啦。咁睇下佢背脊里面咧就有一个嘅背囊啦，咁亦都有一个嘅类似系一啲嘅救生水泡咁样嘅物体喺前面啦。搭救咗佢头出嚟先。嗱，你可以用黑命贵又好，或者你唔中意用黑命贵嘅，咁你用个白人。有得咁啊，暫時用下黑面櫃先啦 ，OK。咁另外咧，你會見到有一個配件咧，就有即刻諗起阿哥哥啊，哥哥喺 Monica 裏面咧，咁佢咪揸住個即係啲好似呢啲推進器咁樣去游水嘅 Monica 嗰個封面啊，咁啊有件咁嘅嘢喺度。咁好啦，咁即刻咧就見到有個 dog tag 啊，咁 dog tag zoom 埋少少俾大家睇下啦，有個 dog tag。咁有 dog tag 喺度啦，咁然後將個 dog tag 咧，我就擺上去，哇！睇下隻手好似屌裏面冇搽潤膚膏喎，好撚 dry。好，擺個 dog tag 裏面咧，就擺翻依嚿嘢上去，咁撚住佢 ，OK。咁然後咧就拍翻個頭 ，OK。
俾人。好，趴咗个头啊！我又试下先，搵个另外嘅啊，依一个另外嘅一啲 infantry。咁我如果我剥咗头盔，哇，好卵神！哎，剥咗头，叫黑人鬼，睇下先，拍佢头落去 ，work 唔 work 咧？都得，但系好似有啲奇怪，好似一粒头大五郎咁样啊！吓，得唔得啊？你自己觉得？我一个头好似唔系好啱 proportion 啊！吓，即系如果你整一个吓想按登录去突击 cobra 嘅人嘅头，好似大啲，好似唔系好啱 proportion， 要搵翻个头细翻少少嘅 figure 至得，个头好似特别大嘅，唔系好妥当。好，我呢个头好，整翻走佢。整翻黑命鬼落去 ，OK， 好啦，咁然后咧呢、这个又喺度啦，咁啊潜水最紧要就系要有呢一个嘅潜水面罩啦，啊吸住佢先，咁啊呢一度咧就有夹住嘅 ，OK， 哎呀，上岸要带呢一个嘢噃，系带咗嘢，咁啊应该剥翻呢一个出嚟，剥翻个黑命鬼面罩。咁然后咧就系、是、除埋依嚿嘢 ，OK。咁然后咧就孭住依一个可能啲 detonator 炸药啊咁样上去炸鸠人啊，定系点？好，揿翻佢先，然后就带翻依一个嘅 dog tag。dog tag 之后咧就带翻个潜水嘅浮依一个救生衣，再揿翻个头落去。OK， 然后就上翻个背囊，啊，好啦，大家睇到啊 ，OK 喎 ，OK， 咁然后就同佢上翻呢一个嘅潜水面罩，好，揿翻实，啲 so far 啲 articulation 咧，有时就硬咗嘅，尤其是北美洲冻咧，啲胶好硬胶啊，硬胶胶。咁如果你翻嚟嗰啲嘢，咦喐唔到喎，啲番節喐唔到，唔好夾硬嚟啊！屌你咪拍撚住佢。我建議你咧就係同佢沖個熱水涼，去個水喉裏面咧整啲熱水或者煲少少熱水，咁樣浸一浸佢，咁啲膠一軟咧、啊、好似你咁樣啊，你一浸熱水就即刻軟啫嘛，好難硬啫嘛，咁你就即刻啊發覺咧就有啲好順啊啲關節就 OK 啊。好啦，咁然後跟住咧。就攞把刀啊，乜刀影喺依一个位嘅，就插落嚟，哦、啊，插咗把刀 ，OK， 咁然后咧攞把枪，啊有个枪嘅，有个手枪啊，咁啊大家可以 close up 睇睇，咁又有个依一个嘅灭声器 ，OK， 好，灭声器就分开，枪咧就插依一只手里边啦，插咗喺里边 ，OK。咁而個滅聲器咧，就喺前面嘅依一個袋裏面，可以睇到個滅聲器嘅。我就應該個嘴就插下面嘅，唔好揞親個雞肋啊。OK， 咁滅聲器就插喺依度。好，啊 ，OK， 頂到冚啦，頂到頂啦。OK， 咪 so far 都靚仔嘅。咁然後咧，佢仲有一個。類似我唔知係咪嗰啲 Google 啊，屌你 Narration 嗰啲嘅嘢，就可以插咗喺前面呢度嘅 ，OK， 啊都 OK 啦，啊插咗喺度，聽聽。咁而咧，佢仲有一把嘅依個潛水槍，嗱你可以咧，嗱依個潛水槍 ，OK， 你一係咧就俾佢套咗隻手，就佢揸住 ，OK， 又或者咧。你抽起佢，你发觉下面咧佢有个勾嘅，咁你都可以咧就系挂佢依一个，屌咁难整噶，你老味，咁沟佢出嚟先，好，沟出嚟，褪一褪佢，另一个，系啊，吓，你就可以咁样勾嘅，咁但系我觉得唔系好稳啊。即是你就咁企定定喺度摆喺度就 OK， 但系好容易甩咯，我自己觉得。
有時咧，你會發覺咧，佢太多 accessory 掛咗喺身度咧，你玩嗰陣時咧，你有時會發覺啊，好鬼容易甩啊，各方面嘅嘢。好啦，咁但係你跟住擺翻呢嚿嘢上去，前面嗰嚿嘢就好鬼仲先容易甩。我校翻好啲位置，因為有依、這個backpack 咧夾住，咁啊照計佢嗰個潛水槍咧就比較容易咧就係、落浪死佢啦。OK， 咁好啦，我再擺翻。呢嚿嘢上去 ，OK， 好啦，有两对蛙鞋，咁啊唔系 step on 嘅，系套落去，啊咁啊仲有另一只套落去 ，OK， 你大家睇睇先，等等，啊细个哇系咪好靓仔啊，好精醒神啊，好精神啊系咪？咁好啦，我就睇下先，而家仲加埋个推进器。咁啊嗱 ，don't get me wrong 啊，推进器个摩打喺后面，个螺旋桨喺后面，咁啊应该咁嘅样嘅，咁啊应该咁样捻样揸住嘅。OK， 应该咁捻样揸住嘅。咁啊，另外咧呢只手咧点样揸住佢？点解点解成日跌噶？好，向前咧就系、推进啊，张哥。有跌跌不撚嘢，好咁啊呢度，跌翻度先，好鬼死容易甩。OK， 呢个，哎甩鬼晒，要冇胶啊。OK， 睇下佢咁样得唔得先？好啦，系啦，可以作一个潜水。咁啊头咧，可唔可以向后咬？做啲好啲嘅呢一個動作，你要睇前面嘅嘛，大佬啊，咁樣啊，係啦，咁樣潛水，噔噔，嘟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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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誒，原來仲有支槍喎，仲有支機關槍喎，咁支機關槍咧，我攞埋機關槍先。呢樣嘢真係好鬼易甩，揾啲 bootleg 黐死佢先。嗱，啲機關槍咧可以擺喺尾度嘅，卡住佢嚇，呢個卡住佢。喂 ，full gear 啦嚇，佢可以去落海啦，跳海啦。嗱、大家睇下 ，OK 嚇、好啦，大家仲記得咧？之前咧，我仲有 torpedo 噶嘛，開箱同大家睇過噶嘛 ，torpedo 噶嘛。咁啊 ，torpedo 就可以兩個 team up 係嘛，可以咧就係、是。拍行當一齊就出發，咁如果你買多幾隻咧，咁你就可以嗱砌埋只白人，買一隻砌埋個白人做人頭嘅，咁啊跟埋阿 Torpedo 啊，但係你發覺咧，其實 Torpedo 咧同佢有都有啲件係相似嘅，譬如你呢個 backpack 同佢 backpack 係一 Q 樣嘅，嗱佢支槍同佢嗰支嘅潛水槍啊，亦都係一樣嘅 ，OK， 咁啊其實蛙鞋亦都係一樣嘅。好多 gear 都類似係近似嘅，咁啊只不過個 head scope 就唔同啦，係個 head scope 佢係咁樣，佢就係黑命貴嘅樣啦。OK， 咁同埋佢依一個嘅潛水個氧氣箱咧，係喺後邊啦，喺後邊嘅嗰條嘅 bell 喺後邊嘅，佢就喺前邊嘅嚇，就有啲唔同啦。OK， 咁啊整體50,000加幣，即係大概300多港幣啦。我諗你香港都要大概咁嘅價錢啦。几抵玩吓、好，转头除咗吓、比 compare 呢两个之后，即刻睇睇个沙漠兵系点样啊！啊，时间关系就即刻咧就系、开咗盒啦吓、就俾大家睇睇吓，即系嘅兵吓、大概我就觉得就好正啦，因为就咁睇啦吓，而家就咁睇目测有好多散件喎，即系又有斗篷系嘛，又有 dog tag， 又有机关枪。系嘛？又有背囊，哇！好鬼死多嘢玩喎，两枪都三四支 ，OK， 短枪，冲锋枪，哇，机关枪，哇，仲有支反弹一炮定系重机枪，吓、头盔，咁啊，好娇多嘢，咁啊，仲有好多唔同嘅 accessory walkie talkie 啊，各方面嘅嘢，咁啊 packaging 咧。就係同頭先嗰個一樣啦，即係 depict 一個情景啦。你可以見到佢如果戴頭盔，除咗件斗篷之後會係點樣啦。咁亦都係有依一個嘅 Hasbro 嘅 online shop 大家可以去考慮啦。
咁啊，整體有一個叫 illustration 都靚噶啦。咁如果我 expect 佢60周年遲啲會再出另外一個版本咧，咁啊，希望有 pilot， 我都想睇睇個 pilot 係點樣。嗱，大家開箱小心啲，一開咧佢就跌鬼咗個 stand 落嚟嘅。依一個佢係冇位擺嘅，通常佢咧就係擺喺啊個 packaging 嘅側邊啊依度咁樣。佢一開咧佢就會跌鬼咗落嚟嘅。咁即係大家會小心啲依一樣嘅嘢。好，整體睇下先。啊！呢个咬紧晒，我攞咗呢一个出嚟先啦，攞埋个人出嚟啦。我就好怕里面咧，佢有时咧懒系做到啲 package 好好咁样，有埋嗰啲嘅橡筋啊箍住啊，或者有啲胶条啊包住啊咁样。嗱，整体我真系冇捞琴拼，真系50蚊，系咪？加埋税55蚊，56蚊落楼。OK， 你睇下个公仔系冇搵可爱啊，即系有埋个防水雨衣系嘛，又迷彩嘅大佬，你真系唔好千祈唔好走去后院玩喎，丢一啲件散件，你都唔知几时先搵得翻喎，系嘛？睇下正唔正，系嘛？正晒啦！好，我攞咗个头盔出嚟 ，OK， 攞咗个头盔出嚟，咁啊，跟住咧。有个背囊 ，OK， 咁啊，睇下先，好，我可以除咗依一个嘅 hoodie 落嚟啦，除咗头笠落嚟，咁啊，吓我掹咗一个嘅，好，做乜嘢？跌咗个 stand， 吓、啊、好，我哋唔要依、這个 ，OK， 咁然后咧，咦，个头就喺依度。咁啊，最紧要啦，攞翻个 dog tag 出嚟先啦 ，dog tag 吓、啊，一定要有 dog tag 啦，系咪？咁啊 ，dog tag 挂咗喺度，因为挂咗喺度个 dog tag， 然后咧就同佢上翻个头先，但系依个咧就冇咩嘅，冇一个净系个人样嘅，全部都戴晒依啲嘅面罩啊！好啊，我又攞翻我头先最中意攞嗰只士兵出嚟先。依、这、一个嘅 inventory， 好咁啊，攞佢个头出嚟，哇！你头做咩上到咁鬼神？可以好嘅粗暴，好剥鬼咗个头出嚟先，喂，剥埋，试下摆落去会唔会有头大身细嘅依一个嘅感觉啊 ？OK 喎，嗱，如果吓、啊、配依一个落去，有时咧你可能会发觉你有好鬼死多依啲嘅，买咗几件啦，咁你会发觉，咦，多咗几个出嚟，咁。O 唔 O K， 即系啲头咁摆到点咧？咁样唔使担心，系嘛？我哋可以即系试下咁样，喂，靓仔喎，系嘛？戴唔戴得落个头盔咧？我话戴得落嘅，哇，仲唔靓仔？屌，靓仔喎，真系 O 唔 O K 喎，系嘛？你可以试下，有啲兵就仲粒面嘅，吓啊，佢唔怕依一个嘅反蒙面法 ，O K， 咁有啲咧就见真样嘅。好似老屋咁啊，23条，反23条。我听日去中国大使馆，我一定系唔肯戴口罩嘅。如果你俾冚家铲影埋样啊，你老母惊你啊，系嘛？哇，咁我 OK 靓仔，真系值租啊！好，俾翻佢做翻咩先？哎，剥翻佢出嚟吓，拍翻佢落去。其实点解我知道一定系 work 咧？因为其实基本上咧。佢嗰個兩個頭盔其實都係基本上一模一樣嘅，我哋 zoom 埋啲俾大家睇下 ，zoom 埋啲俾大家睇下，一模一樣嘅。OK， 好啦，拍翻個依個上去，好啦，游水嗰個就用黑人兵啦，好啦，依、這個用白人兵，或者你話佢亞洲人都得㗎，黑眉毛㗎嚇嚇，咁啊戴翻落去，靚仔。咁啊，而家佢身上面有依啲一粒粒嘅依啲咩嘅嚟咧？咁我就覺得咧。就是依啲嘅唔同嘅背包嚟嘅，依啲系背包。啊，你中意黐乜鬼嘢都上去都 OK 嘅。啊 ，OK。咁啊，啊，譬如你黐依个，你上面又得，又或者侧边呢啲啊，唔同嘅。我睇下佢 packaging 先，佢 packaging 系，哦 ，OK。有呢个嘅，
其实就冇乜所谓嘅，佢就即系你都知道，如果玩个 War Game 啊高手嗰啲，你就知道嘅。佢上面系嗰啲嘅万能贴，佢任你乜嘢黐上去都 OK 嘅。咁你嗱呢个可能系侧边，佢睇佢随手佢边度舒服就系揿啲咩嘅嘢落去，唔阻定嘅，咁你就可以摆乜都得，系咪？咁啊呢、这个手人摆上上边啦。喺度上上边就做人方便啲啦。OK， 靓仔啊，咁呢个可以喺后边啦，系嘛？呢、这个可以喺后边摆落去啦。呢、这个 OK， 咁好啦，咁啊仲有多两件。呢、这个就可以是咩位啫？睇下先，佢仲冇得啊？可以系咁啊？唔知系咪摆烟嘅咧？呢、这个好细粒嘅嘢，就摆呢度。即系有时真系比较硬少少嘅，因为天气冷咧，系真系好难去。好，我呢个若唔系咁呢时入嘅，就摆呢度啦。睇下得唔得？再唔系咧？試下個 walkie talkie，walkie talkie 我就相信一定要擺依啲即係嘅位啊，或者係擺喺依度啊，好難搞啊 walkie talkie。嗱，背囊就一定係依度嘅，我相信。OK， 咁但係依個真係開始阻定啊，咩嘅？嗱，好。OK， 我摆喺度得唔得啊？孭多啲嘢啦，等你。好、哦，又得。呢、这个咧，呢、这个摆呢个啊。其实我冇乜所谓嘅，就系任你嘅啫吓，睇下你点中意摆。而家就只系咧就剩翻就依两个，一个咧就系摆喺侧边，一个就系 walkie talkie。因为 walkie talkie 我就觉得应该系依度。好像会好一点 ，OK， 唔紧要啦，呢、这个唔摆佢住啊，因为比较难啊，要少少热水啊，吹软佢啊，等个窿大啲，即系你吹吹佢个窿，佢个窿就会大噶嘛，系嘛？通常你系大家都明噶啦，吹下吹下佢，咁佢啊，或者攞啲热水啊湿润下佢，咁佢个窿就会大咁啊，即系趴入去就会易啲啊，咁啊 ，OK， 好，咁啊仲有吓一支嘅机枪。咦，你话喎，啊，仲有个咩嘅添喎？仲有个 magazine 吓 ，magazine 就咁嘅。咁咧呢个就仲加一个物体，哇，真系要小心啲搞啊！如果唔系咧，呢、这个就摆喺边度咧？真系唔清楚喎。啊，呢系个咩嚟噶？呢、这个系佢嗰个嘅。护手嚟噶，咁样噶，好似系咁啊 ，OK 啊，搞掂啦，啊，睇唔睇好多嘢玩噶呢、这个，咁我就个问题就系呢两嚿嘢我就摆唔到啦，因为真系佢要呢一个嘅啊整翻松嘅呢一两个窿咧，我就可以方便摆到落去 ，OK。好啦，我又可以试下抽埋个头出嚟 ，keep 住呢个，就摆呢一个落去，咁又得唔得？咁样，咁样，做一个嘅颈巾，好，啊，买风啊，大佬。OK， 咁样都 OK 喎，吓 ，full gear 喎 ，OK， 好攞埋佢支手枪先，手枪咧就摆依一个嘅位置 ，OK， 几多嘢玩喎，系嘛，好。咁啊，仲有呢一個咧，呢一把我就真係唔知乜鳩嘢嚟啦。
咁呢把亦都係一啲似乎係短槍定係信號彈嘅呢一個嘅物體，真係要研究一下先。唔知咩嚟噶，唔地頹啊呢嚿嘢嚇，真係唔知咩嚟。轉頭話俾大家聽。好咁啊，我都係始終冇辦法知道呢把嘢係做乜嘢嘅。我真係拗頭，唔知係乜鬼嘢嚟。可能咧啊，我懷疑係咁啊，掹咗佢出嚟。即是插呢个落去啊，系个病嚟噶。好啦，咁佢啲反坦克枪可以用呢种嘅方法，一系就用呢个嘅，嗱佢两个嘅。哦，我明啦，以我聪明才智，我卒之 crack 到啦。一系就用呢个病，一系就用呢一个病吓。咁啊，即系留翻俾啲军事专才了解一下吓，点解要用两个嘅病啦？我就唔地颓。OK， 咁啊 ，either one， 咁啊用呢、這个。咁啊，攝咗啲子彈落去，咁當然就子彈投向我嗰邊啦，係咪？咁啊，擺喺度啦，睇下佢啊，佢坐喺度肥鳩佢啦。咁啊，嗱，我捽支 figure out 下，依依個咧細依個咧，因為個窿咧係六角形嘅，插上面至插到嘅，下邊咧佢真係插唔到嘅。唔好嘥時間啊！全部都係插上面嘅 ，OK， 插上面嘅窿。咁你全部入咗，入錯窿啊嚇！咁但係依一個嘅walkie-talkie 咧，啊，如果你擺依度咧，擺後面咧，好 fit 嘅喎。應該頭先我插咗啊，冇問題嘅。我依係插咗喺依度嘅，好靚仔嘅。咁啊，成個嚇 ready 曬啦 ，zoom 翻俾大家睇下，成個就好靚仔啊！嚇 ，hello， 你好咁樣。问题睇下可以睇下好近距离睇下系真系，我觉得系好值租咯吓，好值得买。我谂我要买多盒添啊，即系我一定要买多盒，可能或者系砌 army building， 因为你个 variation 可以好多。嗱，你可以揸反坦克炮吓，你可以揸重机，又或者系突击嘅，仲用呢啲冲锋枪。我唔知道个冲锋枪系乜捻嘢，问下高手啦吓。咁但系佢整体咧，佢同翻你呢啲嘅，譬如。其他嘅 comic 裏面嗰啲嘅 character 咧，就無限縫接嘅喎，無縫銜接嘅喎。因為雖然有啲係即係比較係點樣講好啊，即係有啲近未來啲武器啊、超現實啊，咁但係你擺翻依一個我哋而家 modernize 嘅呢啲嘅 infantry 擺佢咧做 body build 依一個 army builder 咧係冇問題嘅喎，即係好靚仔嘅喎，係嘛？咁又可以又配。呢條友仔個頭係嘛？即係有一啲多餘嘅頭，你之前買咗幾盒嘅，咁你多咗個頭出嚟嘅，你都可以擺落去，咁啊又 work 嘅喎。咁整體所以個變化好多咯。啊，咁佢亦都你又見到啦，有個你睇，哎呀 ，sorry， 跌咗落去添。有個另一個黑人嘅頭啦，咁有 alternative 嘅手啦，依 alternative 嘅手就係我嚟揸機關槍用啦。諗我之前我依、這個。我就好鍾意一個 sniper， 好鬼死正 ，OK， 咁你可以用到啦嚇，咁啊睇翻頭先我可以開箱嘅另一個，依個潛水人掂曬，兩件加埋夠鬆啲水，加埋即係六嚿零水，咁但係有咁多嘢玩，誠意推介嚇六十週年紀念版本 GI Joe 靚仔，你可以砌好多，尤其是依一個。版本呢一、這個嘅 Action Soldier 呢個版本，你買三盒啊、四盒啊，都可以砌好多唔同嘅 variation 出嚟嚇、啊。我諗係我哋啲玩 figure 迷，尤其是係嘛，即係中意儲兵嘅，儲好多個嘅，咁啊呢啲係絕對 OK 嘅。嗱、啊，其實就唔使執著點擺法嘅呢啲，因為你係任 Q 你黐嘅。你問下高手，佢打 walking 咪就任 Q 佢黐。你或者黐一兩個都得冇問題嘅，咁當然突咗窿出嚟唔好睇啦，你盡量填靚仔佢啦，係咪？咁你唔中意依一個嘅，哦，有嘢拎走佢 ，OK， 擺落去，咁亦得。咁或者你中意同佢著翻件衫嘅，咁啊又得，好多唔同嘅變化。我就睇下遲啲即係多啲嘅時候買多幾件玩下。OK， 咁啊，今日係咁多嚇，咁啊，大家睇到哇，我其實都幾多 GI Joe 啊，今個 weekend 借工作於娛樂係嘛？同我啲玩具迷 fans 拍啲片俾大家睇下，我開箱嚇，咁啊依一個最新嘅 GI Joe 六十週年紀念版本，暫時咧就係出咗個 Action Soldier 個 Reckon Diver， 咁我唔知遲啲會唔會有 Navy 同埋會有依一個嘅 Pilot 啦，空軍同埋一啲海軍，咁我希望都會有啦，或者 Astronaut 都未定啦，係咪？咁睇下佢出啲咩嘅嘢，冇辦法啦，由細嘅情意結啊！
我仲好記得以前咧，我玩嘅時候就唔係 G.I. Joe 嘅，我玩個叫做 Action Man 嘅。咁但係佢著嘅衫就唔係軍事衫，咁而係就著好多嘅，譬如係啊 Batman 啊、超人啊、羅賓啊、綠箭俠啊嗰啲，如此類推。咁啊後屘到我著即係出嚟做嘢啦，咁九十年代嗰陣時候再次掀起翻啊依種十二寸嘅著衫嘅依啲嘅accessories 嘅唔同嘅軍事嘅依啲嘅 figure， 咁我亦都有一大堆，咁遲啲可以有機會同大家分享一下，我起碼幾百隻嘅依啲十二寸嗰啲嘅 figure， 有啲仲喺香港滯留咗，未撤退得到，我睇下諗下點樣等腳黑大行動，等佢撤退嚟溫哥華至得。哇，咁啊，當然應該係第二個 topic 啦。咁啊，我再贏再玩一陣我個公仔啦。咁啊，你哋就可能去唔同嘅鋪頭，我知道香港咧，紅興同埋中環海門去咧已經係 ready 嘅啦。咁啊 ，OK， 大家可以去玩下嚇，買隻去玩下，絕對值得支持。我好中意嚇，因為你真係好抵玩啊！即係你嚇，你真係你揸埋依張，屌你咪冧友啊，係嘛？哇，點啊？同埋我中意咧，依啲冇咁 fragile 咧，你唔使驚整爛佢，係嘛？即係。哇，摆咩 pose 都得，几靓正。今日咁多 ，OK， 各位老友记，拜拜，记得 subscribe、like 同埋 share、comment 吓、啊，话俾我听你对呢两个嘅六十周年嘅 G.I. Joe 嘅纪念 figure 有啲咩嘅感想。好，拜拜。